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4点半起床，然后走路去 Jurong East 搭地铁，因为太早了没有公交车。现在我们经过一个 shopping mall，shopping mall 里面也很空，还暂时没有人。然后从Jurong East 到Woodland的话，大概需要40分钟。地铁里面也很空，基本上没有人了。这边还有一个阿三哥在这边。到了无人的话，要换一个巴士才可以到无人 checkpoint。然后你看到这么多人走路很快是吗？急匆匆的。他们是住在新山的，然后每天早上进来新加坡做工。我们在 City Square 大概等了20分钟，然后我的家公家婆过来接我们一起回家。现在你看到这些都是马来人的房子，这个算是马来人的乡村，马来甘崩来的，环境都非常好的，然后有很多椰子树啊、棕榈树啊，这样非常自然的，住在这边一定非常幸福哦。这边开始就进入到我老公的家乡了。这边是一个海边小镇，生活步调相对于新加坡来说会比较慢，然后我觉得比较适合生活了在这边。而且这边的鱼呀、虾、海鲜都非常出名。终于到家了，今天的天气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行李消毒一下。这边是我家公种的植物，他很喜欢做园艺这些。然后这个是这个街区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打包早餐。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一下马来西亚这边的小镇风情吧。然后到片尾最后会有经过海边，可以看到一点那个大海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五一快乐，谢谢，拜拜。